哦，这个。下次王宗源成套动作总分561点。哦，这个数有点大。王宗源的最后一轮也是要做109C。有了，太漂亮了！王宗源在本届世锦赛上非常充分的，而且是极佳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准和天赋，男子单人三米跳板上称王。这个分数毫无疑问将成为全场最高。106.4，王宗源成套动作总分561.95分。